小姐，快要下雨了，你去看了。他还在吗？我去看了，小姐，晋王一直未曾离开，都三个时辰，不吃不喝怎么吃得消？白鹤，你传信去晋王府，让小五过来，让他无论如何都把他们王爷接走。是，小姐。 王爷，别等了，我们走了。没事，王爷，您身体没事。王爷，您的病刚好不久，不能折腾。